月一日，刘畊宏在微博晒出一张与言承旭拥抱的合照，恰巧这天又是言承旭的生日。刘畊宏po文：“我的互坑好友言承旭，生日快乐，祝福你呢。”你知我知，我就不告诉大家了。照片中久违的言承旭露出侧脸，满脸笑容，与刘畊宏拥抱在一起，兄弟情深。网友们看到该条微博后，纷纷猜测言承旭可能是好事将近，和林志玲要结婚了，那肯定就是祝早日结婚喽。希望他幸福，真的劝他不要再拖了，真的爱就快点办正事吧，再拖下去都老了。